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文成星。Hello，Hello。想必大家都很想知道最近几天我在干什么，就是说最近几天在帮亲戚带小孩儿，带小孩儿很累，小孩真的很让人操心啊。像我小时候就不怎么让人操心，但是这个小孩还算挺乖的，今天刚给他送走，圆满送走了，很开心，有了这次经历很不错，希望下次不要再来了啊！不是，欢迎下次再来。